的同事也已经有来说，其实他觉得他可以等一下想要解释一下那个为什么会有核三制度啊这些，然后大家可以来做一下讨论。然后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我们刚才想到一个绝佳的好方法，就感谢木约提供的方法，是他等一下我们同事等一下会报最后提案五点的时候，然后做一个回应说，是关于今天好给我们那个同事补个妆。需要补充资料的话，就可以到我那边找一丝丝的同事。好，那我最后补充一下，在下午五点之前，接下来就是继续欢迎捐钱，然后继续讨论专案，到五点的时候再回来做专案成果报告。拜拜。